这几天不爱光溜，所有喜欢不必再多愁，为你而来才寻到方向，非你不可。追你去了，怎么出事了？静叔不见了，我要去找他。司普，这次你一定要把他安全带回来，拜托了。放心吧。爷爷啊，遗嘱上的名字真的是宋思普？你对我好残忍啊！你不会真的觉得宋思普比我好吧？不是你一直跟我说栽在女人身上是最愚蠢的低级错误吗？好啊，我就让你看看你的好外孙选你还是选女人。麒麟家，静叔不见了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止静叔，还有爷爷，都在我手中。你想要什么？行车记录仪在你手中吧，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用行车记录仪换一个人。你再说一次，想要爷爷去沙场？想要静书去废弃大楼。麒麟家，你还真是一个畜生。这才哪跟哪啊。如果你选了爷爷的话，你这辈子都见不到静书。我会带他走。十分钟，十分钟之后让我知道你是不孝子还是负心汉。放心，就算他选了你，我也不会放手的。周野，我现在需要你马上去办一件事。季晨，你觉得他到底会去哪边啊？他只是中风而已。可如果宋思普选了你，
那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。季凌江，你疯了吧？他是你爷爷，季凌江，你丧心病狂，季凌江。季晨，你现在会不会后悔你选了宋思普，才会有今天这样的状况？我们就跟你祖母一起，看看你们选的孙女婿到底会怎么选。一分钟。季凌江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终于关心我想要什么了，季晨，我打造了你，看着你一步步走向宋思普，我本来应该高兴的，可我突然发现，我想要的是你。季凌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到底是想要我，还是想要抢走宋思普拥有的一切？10秒钟，看来他还是选择了自己保命。我是真舍不得你，那就从爷爷开始好了。爷爷是你自己选的继承人，放弃了你选错人了。季凌江，他是你爷爷，你冷静一点。季凌江，季凌江，回来。